接下来姑姑要睡觉觉了，你呀，来左两下，右两下，前后前后左两下，算怎么办？你都无想要困，啊，真的很麻烦。那你要跟他讲话。我没有跟他讲话呀，我在跟观众朋友讲话，怎么办？他都睡不着，我的腰真的快断掉。你这样腰断掉？你不能用我跟你比啊，我身体年龄几岁？我只是没测，我也不知道我身体年龄。改天换你测，改天换你测。大家就是之后可以看影片，大家可以猜一下，评审现在今年30岁，但是我的身体年龄大概已经几岁了呢？猜一下，下面留言，好吧？所以最近才会开始有减肥计划啊，我自己的身体不好，不然哈，这小子哈，长大的过程还很久哦，这个。爸爸身体撑不了的话，谁去赚钱？谁来照顾？所以要做保单检视。保单检视就要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该减的要减啊。这个现代人哈，这个生活压力哈，尤其是家中不一定是老公啊，那家中负责要想办法赚钱的那个人。没有啊，带小孩压力很大、啊。都有嘛，但我说主要是。就是赚钱的那个，因为那个压力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类型不一样，就是，好，他说学长很好，就是这个大家如果有时间啊，还是要稍微不要像你们一样，啊，就吃不正常，睡不正常，然后这个，都没运动，那真的身体很容易就很快就老化，就会。很容易累啊，这样。那是你没运动，我现在运动就是带他。很好啊。很好，看你这很好、啊。很好啊。之后可以，我可能等状况比较 OK， 我就来拍那个抱夫妇的，抱着宝宝的十种运动之类的。等你比较 OK， 他都长大了，可能都已经。7岁之类的，7岁还好，我有18岁。7岁已经国小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今天睡着了。好了，那就是鼓励各位爸爸啊、如果真的平常没时间运动，偶尔抱一下宝宝，摇一下，啊，顺便让妈妈休息，啊，也自己这样子，然后，动一动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